地藏菩萨本愿经。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刀力天宫神通品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 赞叹释迦摩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遣士者问讯世尊，是时。 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 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明云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 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诗波罗蜜音、羼提波罗蜜音、毗离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 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语，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 有无量意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虚阎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范众天。 梵府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爱天。 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西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 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 川泽神、苗稼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富有他方国土。 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涉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 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 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者，汝之数波。文殊师利白佛言：“师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 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爱智。” 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设食顶受，未免兴谤。 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 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 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欲。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书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 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 永不堕恶道。文书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结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 十长者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十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 当需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因发怨言：“我今尽未来计，不可计解，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 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 时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素服深厚，众所亲近，行住坐卧。 助天卫护，其母信邪，常清三宝。事实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 堕在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华，及诸共具，于先佛塔寺，大兴供养。 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塑化微容，端严必备，十婆罗门女，瞻礼尊容，倍生敬仰，师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 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恋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至悲哀。” 我今是如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耳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知母生界。” 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 婆罗门女闻此生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苏。耳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 将死不久，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早反舍，端坐思惟吾之名号，既当知母所生去处。时”时婆罗门女。 寻礼佛以，既归其舍，以忆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 近赴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时代。又见夜叉，其形各异。 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复自伯爵。头足相救，其行万类，不敢久视。 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稽首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 此事何处？无独答曰：“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不？”无独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 我今云何得道欲所？无毒答曰：若非微神，既须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道。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永废。多助罪人。 即以恶受，无独答曰：“此事言菩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经四十九日后，无人祭祀，唯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 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度此海。海东十万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三业恶因之所招感。 共号夜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 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鬼王问圣女曰： 菩萨之母，再生习和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击毁三宝，受获暂信，玄又不敬，死随日浅，未知生处。”无独问曰：“菩萨之母？” 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父号施罗善现，母号月地利。无独何长？其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至。 忧意悲恋，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 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俱同生气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愿于。 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 财手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第一品圆满。 分身集会品第二。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 俱来即在刀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共持香华来供养佛。 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 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尔时，世尊书金色壁。 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住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无与五浊恶世教化。 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无益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 闻记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遁。酒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 各个差别，分身度脱，火线男子身，火线女人身，火线天龙身，火线神鬼身，火线山林川源，河池全景。 利己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凡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 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 独现其前，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 吾在刀立天宫，殷勤覆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尔时，诸世界分身。 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始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 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境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于佛法中。 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见度脱，使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 如是三白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吾助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 发弘誓愿，广度将毕，济正菩提，第二品圆满。 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言服众生造业差别。” 所受报应，其是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 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窃愿闻。 于阎福罪报，所感恶趣。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粗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尔时。 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言菩提最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至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 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 心损常住，垫无僧尼，或伽蓝内，恣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 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 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欲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 求出无期，地藏白眼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作无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 崇白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次有五百。’” 名号个别，次有千百；名字一别，无监狱者。其域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 少有空缺，奇玉城中，珠玉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玉，名曰无间。奇玉周匝万八千里，玉墙高一千里。 西式铁围，上火彻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持竹。玉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 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众业所感，获报如是。 又诸罪人备受众苦，千百夜叉及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腹铜爪，拖拽罪人，复有夜叉。 执大铁戟，终醉人身；或重口鼻，或重腹背，抛空翻阶，或置床上。腹有铁鹰，但醉人目；腹有铁蛇。 小对人景百枝节内，膝下长钉，拔舌耕离抽肠错斩，羊童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敢如是。 动经易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 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又无事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无？一者，日夜受罪。 语至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亦满，多人亦满，故称无间。三者，醉气插棒，鹰蛇狼犬。 对磨俱凿，错着或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升格落手，热铁焦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 从年境界。属那由他，苦处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 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无者，若堕此狱，从初入时，至百千劫。 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 白圣母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愁又何掌。 顶礼而退，第三品圆满。 延福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 分世身形，就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付主至阿耨多成佛以来。 六道众生遣令度脱，巍然世尊愿不有虑。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 性识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静尘洁。 迷惑障碍，如鱼游网，将逝长流，拖入暂出，诱伏遭网，以示等辈，吾当忧念。 汝既毕世往怨，累劫众事，广度最辈，无复何虑？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 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 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来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 不可说解。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 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欲依邻国王为友。 同行十善，饶益众生，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义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 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令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 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 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受命四十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 福度众生，因此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设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 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罗汉敏之，为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 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在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微好食啖鱼鳖之属。” 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知情食淡。计其命数，千万父辈。尊者慈民。如何哀救？ 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光目闻矣。 计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 放大光明，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汝家，裁决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 而乃言说，祭守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事如母，久处暗明。自别汝来。 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 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涕，耳白闭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 弟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事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问言：“地狱最报？” 其事云何？贝子答言：“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白难尽。光目闻矣。涕泪浩气。耳白空界。 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利恶道。十方诸佛慈爱民我，听我为母所发。 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及思下见。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 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 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已。据闻清净莲花木如来。 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如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生为范志 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节。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 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士；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士；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士。” 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 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 劝令一坛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归境。即瞻礼赞叹，香华衣服，种种珍宝。 祸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圣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 能易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即是经。 广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于阎浮提。” 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坐礼而退。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 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幽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 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未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 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巍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起至于今，度脱众生，忧畏必愿慈悯此世最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 因慢不断，以是之故，诱发重怨。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 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素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却隔鸳鸯报。 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残报；若遇牵令者， 说所求委愿报。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焉病报。若欲田猎知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欲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 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欲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生鞭挞现受报；若欲王仆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 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音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 若遇污凡污生者，说永在畜生报；若遇汤火斩灼伤生者，说轮回地长报；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 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绝报；若欲污我功高者，说卑使下贱报；若欲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 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如是等言，菩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粗略说。 如是等，言菩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 动经结束。无有出期。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 合掌而退，第四品圆满。 报品第五，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忍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 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人者。” 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 无日月光，有大地狱，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 富有地狱，名曰火箭；富有地狱，名曰夹山；富有地狱，名曰通枪；富有地狱，名曰铁车；富有地狱。 名曰铁床，富有地域。名曰铁牛，富有地域。名曰铁衣，富有地域。名曰千仞，富有地域。名曰铁驴。 富有地狱，名曰羊童；富有地狱，名曰爆柱；富有地狱，名曰流火；富有地狱，名曰耕蛇；富有地狱。 名曰措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淡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 富有地狱，名曰铁富；富有地狱，名曰多趁。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 更有教皇地狱、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 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 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富有住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 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聚海。” 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 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未愿忍者，暂听是言。普贤答言：吾以久之三恶大报，往仁者说，令后世莫法一切恶行众生。 闻忍者说：“使令归佛。”地藏白言：“忍者，地狱最暴，其事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 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镬汤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住使罪人报。或有地狱。 是助火烧，趁机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 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微壮胸背，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 或有地狱，尽架铁罗，忍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 此四种物，众业行感。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处。何况多狱？我今成佛为神，即神者问。 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第五品圆满。 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 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最苦之事。 吾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盘了。说是于已，会中。 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 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著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 及四众等，谛听,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普广菩萨。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 土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交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是人。 白法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施大利。若有女人， 艳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增彩。 床翻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寿？除非慈愿力故。 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利。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赐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 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向前至心沾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 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生，诸相圆满。 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复赐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做诸祭乐。 即歌咏赞叹、香华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 则闻其耳，何况亲受祝恨，复赐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 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耻笑，或背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 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机毁者，如是之人，贤接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 过世皆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 助根不惧。多背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积毁他人供养，上获此报。 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 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魅，共鬼神游，日月岁深，转复望债。 眠中叫苦，产期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所演。 不便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舍宅。 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甲等为是病人。”对经像前舍住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 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百病人，潜令闻之，假令诸师分散，至气尽者。 乃至一日、两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中之后，素殃重罪。 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 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 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者，汝需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 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涕，或愁或叹，或恐或怖。 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 福利旧榜。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如以神力，遣是眷属。 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 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 觉知素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 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 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 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央报，便得解脱，安乐易养，寿命增长。 若是成佛生者，转增安乐，即欲寿命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 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 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知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 百千对状，能于世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助灾难。 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 衣食丰溢，事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严福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 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记一句者，现在、书庙安乐，未来之事。 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贵合掌。 复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 巍然定寿。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和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 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原子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 医院留步，普广文艺合掌恭敬，作礼而退。第六品圆满。 陈王品第七，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 突获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时。见困见重。 足不深邃，若得遇知识，替欲减负，或全与负，使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劳脚，若达平地。 虚行恶路，无再经历。世尊，习恶众生从仙毫间，便至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中时。 父母眷属，亦为设伏，以资前路；或悬幡盖，及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住圣像。 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立林中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助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 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林中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 众善能使事助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 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急造恶缘。 拜祭鬼神，求助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仙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 转增身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元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世恶因，亦令是命中人。 殃累对变，晚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忍眷属？ 更为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 以世之故，转复困重。世尊，我观严福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 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月大变。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 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眷属未修功德。” 乃至设斋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不？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 略说世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 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盛事，七分之中。 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立，以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己惑。无常大鬼不期而到。 明明游神，未之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注思，辩论业果，审定之后，聚业受生。 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 于造福利旧拔，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井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无间罪，堕大地狱。 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复次，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 未斋食境即迎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僧，悟得仙食。如有违食， 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利；如精勤护净、奉献佛僧，是命中人七分获益。是故。 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终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 说是与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变长者，坐礼而退，第七品圆满。 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尔时，且为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义刀立来到佛所，所谓。 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正鬼王、白虎鬼王、雪狐鬼王、赤狐鬼王、散秧鬼王、飞身鬼王。 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但寿鬼王、副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 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机鬼王。 竹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王，大奇力叉王。 阿那扎王、大阿那扎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欲百千住小鬼王，近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 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义刀力，在一面力，尔时阎罗天子。 胡贵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 获善利故，我今有小一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问，无为汝说。 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即回视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 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脱获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世尊。 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 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是大菩萨与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 菩萨以方便力拔除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严福众生，劫恶习众，旋出旋入，劳斯菩萨，久经结束。 耳作杜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住夜叉即虎狼狮子、元蛇蝮蝎。 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有一知识，多解大树善尽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 忽逢迷人，欲尽贤道，耳语之言多载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治诸毒？是迷路人。 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著恶毒，至于好道。 令得安乐，耳语之言多载迷人。自今以后，勿履是道，此路入者，足难得出，复损性命，是迷路人。 一生感重，临别之时，之时又言：若见亲之及助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助独恶，丧失性命。 无令示众，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 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如迷路人，误入险道，与善知识，引接令出，永不复入。 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若再屡见，忧上迷雾。 不觉旧曾所落险道，或致失命，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利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玄佑再入。 若业结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尔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 其数无量，在言菩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 个人家庭，或诚意居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少香少华供养佛像及菩萨像。 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赤柱小鬼各有大利。 及土地份。便令未护，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 善哉,善哉，善哉！汝等及欲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吾亦告凡王帝释，令为护汝。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 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言服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 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言福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 但做善事，增益舍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祸以生下，慎勿杀害。 取诸先位，供给禅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 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玉石兴学是我早令舍宅土地灵起，合护子母，使令安乐。 尔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设伏，达诸土地，翻为杀害，极具眷属，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 子母俱损，又言菩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 是严菩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 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中时，神识昏昧，不变善恶，乃至言耳，更无见闻。 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祝魔鬼神。 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 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迹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 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是愿，总令解脱。 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必是行，念念拥护，言福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 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以曾经百千生。” 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 号曰无相如来，结名安乐，世界名静住，其佛受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 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第八品圆满。 称佛名号品第九。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 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汝今欲兴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眼不思议事。今正事时，唯当诉说。” 无记涅槃，实汝早必誓愿，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 有佛出世，好，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既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 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又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 一谈之情，发心归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 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 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归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好。 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或复赞叹，是人于贤杰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 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施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又于过去。 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圣妙乐。 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 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长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欲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由于过去。 有净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 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 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 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是五无间罪，随至极重。 动经一结，了不得出。成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 灭无量罪，第九品圆满。 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贵合掌，白佛言：“世尊。” 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 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 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地藏白佛言：“我一世事，愿乐欲闻。”佛告地藏菩萨：“南言菩提，有诸国王。” 宰普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最下贫穷，乃至龙蚕阴哑、龙痴无目，如是。 种种不玩具者，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失 软言未遇，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 即不玩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复次，地藏。 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自迎拜。 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帝师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 于时节中，常为大梵天王，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欲先佛塔庙，或至经像。 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结缘。是国王等。 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步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 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 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 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静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必竟成佛，永不堕恶道。 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 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持凡转轮之报，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复次地藏。 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配值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 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欲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因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或大果报，无量无边。 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心者， 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营理；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 三十声中，常为诸小国王弹乐之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 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 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第十品圆满。 地神护法品第十一。尔时，千老地神白佛言：“师尊，我从西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 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深重，师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 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易化百千深情，度于六道，祈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 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 做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 何等为实？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益寿；五者。 所求随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号辟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 多欲圣因，世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做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复白佛言。 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 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监牢地神。 汝大神力，诸神少吉何以故？阎浮土地，西蒙汝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 从地而有，结因如利，又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即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 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如以本神力而拥护之。 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哲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诗凡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 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必净，出离苦海，正涅盘乐，以是之故。 得大拥护，第十一品圆满。 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毫相光。所谓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 锐豪相光，大锐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 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 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轮豪光日轮豪光。 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 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影，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于刀立天宫。 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是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胡贵合掌，白佛言：“世尊。” 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最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微神之力。 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史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 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与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 令天龙八部沾礼祸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 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 长生人天，聚受妙乐，因果将熟，遇佛受记。汝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 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观世音菩萨。 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 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助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 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华、衣服、饮食、宝贝、璎珞，不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 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利耳根者，是助众生。 永不历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 或使病人胃中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何受重病者？ 诚思功德，寻迹除欲，寿命增益。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诚思功德。 命中之后，既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 有男子、女人，或如补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王师父母，乃及王师兄弟姊妹，世人。 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 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 即当结束。诚思男女兄弟姊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圣妙乐。 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 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 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 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衣，无诸饥苦，乃至横事不入其门，何况极身？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 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 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或以香华衣服、宝贝饮食供养。 山里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 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 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拥护我，是人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 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生珍重，法不思一心，欲读欲诵，纵欲名师，教示令熟，玄德玄望。 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信。如是之人。 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承白。更以香华、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 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正重，福水既毕，慎五心。酒肉。 邪淫、妄语及助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处。 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立而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记。复次，观世音菩萨。 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乖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 多来无身。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形，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 渐渐消灭，既得安乐，衣食丰溢，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 善女人，或因智生，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过度河海，乃及大水。 破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 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 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留步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 尔时，世尊耳说既言：“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 报尽应当堕恶道，至行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姊妹及诸亲。 生长以来皆不识，或素或化，大是深。悲恋沾离，不赞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界。 纵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魔顶受胜记。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 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随力誓愿不思议。 玄读、玄望多费诗，私人有业障惑故，于大乘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华，衣服饮食住玩具，以净水安大事前。 一日一夜求福之，发因众心甚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士名，即于梦中见无边。 觉来变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声中永不忘。以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极疾病。 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心不安。求者乖违，无称随。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 一时风扰神鬼护，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助难助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 地藏菩萨大士相，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吾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 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沾礼者，香华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 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第十二品圆满。 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臂，右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耳作誓言：“地藏，地藏。” 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 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于百千万亿。 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助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复主于汝，无令是。 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地藏。 是难言菩提众生，智性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以是之故。 乌分世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付主于汝，未来之事。 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立。 拥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 恶趣，临堕去中，获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 是助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 尔时，世尊耳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复助如，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 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 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制刀利。” 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 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 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 香华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 善果日增，三者即圣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积益不临七者。 离水火灾，八者无盗贼恶，九者人见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女转男身。 十二者为王臣女，十三者端正向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 素智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横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 去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素福受生。二十五者，诸圣赞叹。 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慈悯心；二十八者，必尽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 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素超圣地。 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临；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 宿命皆通，七者必尽成佛。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 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是时刀立天与无量香华，天一诸璎。 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矣。一切众会具福瞻礼，合掌而退。第十三品圆满。南无地藏王菩萨。 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萨萨萨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